我们奇不畏七号的这六枚卫星呢，完全跟台湾呢取得到的这个联系了。赶快掌声鼓励一下，太开心了！发射呢总算是成功了。我对于高雄市的登革热持续增加深感忧心，那也看到高雄市政府在做努力，因为到现在25例，中央已经答应拨补相关的补助费用，那希望高雄市政府多加油。那另外一点，前天看到高雄闹出那个所谓的小三通锁行的闹剧，这一家公司已经解散，这一条航线已经废止。那业务市长刚好当过交通部长，对于相关的权责规范应该非常清楚，侵犯中央职权，而且让高雄市民误会，让国人观感非常不佳，那这个都是非常不当。好，谢谢卢市长。你所讲的每一句话我真的都很注意听。我记得上次我亲自到台中时，为了74号交流道一补助就是46亿核给地方，但如果台中市有哪些需要，卢市长你一个一个列，应该有的应该做的一定会来帮忙，不会说一毛钱都没有，不会说还要收回，我不是这样做事的人。我请嘉龙部长，因为你也特别清楚台中，卢市长也一直希望哪一些轻重缓急，尤其是交通的部分，应该也有很多可以做的，我都愿意支持。暑假就要到了，我们从各个方面为孩子留下非常好的青春岁月，也避免孩子误入歧途或受伤害。那现在我们这段期间以来，大家努力的在弃毒，这些弃毒效果非常好，我很感谢各相关机关大家一起努力。破获毒品是1.5吨，不是高兴什么成果丰收，我是看说这些1.5吨的海洛因、吗啡、什么伊利门、什么安非他命，这流下去是多少人受害，早一点破这些犯罪集团，我们把这些犯罪者早一点绳之以法，那孩子就不会受害了。继续冲，继续拼，国家继续向前进。